接下来要颁出的是澳门国际电视节金莲花最佳电视制片人奖，有请颁奖嘉宾恒生集团董事长王国立上台为我们揭晓。第六届澳门国际电视节最佳电视制片人奖，侯洪亮、韦昭哲、狼牙棒，恭喜侯洪亮，请看大屏幕。这是大罗神仙，你能多留你一日，可我还是赤月军的少帅林殊。从今天起，你再无法回到。好的，有请获奖者侯洪亮上台领奖。应该说这两部电视剧，一个伪装者，一个琅琊榜，都是近期热播的这样的现象级的电视剧啊，所以实至名归这个奖项，祝贺您。好的，再一次恭喜侯洪亮，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